Bonjour，大家好，我是慧玲。518国际博物馆日就要到了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赵无极的《无题》（Sans Titre）。华裔法籍画家赵无极先生大多数知名的作品都是油画，但这是一幅难得一见的纸扇水墨，是画家2006年的创作，现在属于私人收藏。慧玲是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赵无极作品展上遇见了他。一生的艺术探索，各种开创，到了晚年创作这幅画的时候，画家已经功成名就，却似乎返璞归真，不忘初心。一种东方文化从历史长河里留下的印记呈现在画家的创作之中，颇有点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物我两忘的意境。当然，每个人看赵无极都有不同的解读。正如赵无极基金会的艺术总监杨·亨德根的评价，他说，几种不同的文化、艺术风格、流派在他身上交汇融合，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、不可复制的赵无极。如果您想预约讲解，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您点赞和订阅，谢谢。慧玲时间，法国巴黎。